大家好，今天我们在竹北新寮街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即时新闻直播的报道。我是范阳旗太阳能发电的这个太阳能发电推广的负责人范阳旗。那今天可以看到，那屋主有两颗电表，目前的状态都处于稍微有点倒转的状况下。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天气太好了，万里无云。那跟各位大家看一下哈，这上面总共有32片的太阳能板。32片太阳能板总共供应这一户人家大概6台冷气同时在开动，但是电表是处于倒转的状况，表示我们发出来的电是完全供应他们家来使用。来跟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让他可以自己发电自己用，然后可以吹冷气赚钱。是为什么？因为买宾士，有买保时捷，什么都要买，然后还要买什么呢？还要再买自己发电吹冷气，因为冷气买了没有去使用它也是浪费。来进来看一下，我们总共有2台的太阳能变流器，搭配这个32片太阳能板，这样全部发出来的电，一天可以一天32片板子几乎可以达到差不多，好一点的话可以发出40度电。差一点，像这种天气可能30度电都不是问题，所以我鼓励各位，只要有预算，只要你盖新房子新透天，一定要赶快安装一套自己发电自己用的太阳能发电系统。那你可以打下面的电话0918915830，谢谢大家。买来，都刷了，刷一缸两手，都搬了。